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多謝大家繼續支持食老台阿派喺度同大家一齊分享心水嘅時候啦。嗱，嚟緊星期日咧有三場國際二級賽啊，咁啊氣馬非常之好。咁啊，我嚟緊會推介第七場嘅二級賽跑2000嘅。咁啊，未推介之前咧，希望大家真係高抬貴手，盼當咧就係幫你 subscribe 我哋個台啦，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，仲有分享埋同埋睇埋廣告，咁就 OK 嘅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呢個時間同大家分享，我揀邊只咧？我就揀第七場啊！呢、這個二級賽嘅2000三號天滿意嗱，天滿意我哋睇到啦，咁啊睇佢上嗰場咧就係贏呢個三級賽富力銀袋啊，四檔咁啊見到而家好明顯啊，尾二嗰只啦，尾二尾三嗰只啦，咁就好易認啊！佢就係黃色綠色嘅橫間噶嗱，而家三號佢個 number 都三號，嚟緊星期日都係三號，因為由於佢啲分數都幾高，116分嚇，咁啊呢場咧就勝在叫做。今季嘅第二場，因為初出嗰場熱身啦，就輸俾金槍60啊，嫌短嘅啦，千六好坦白講，呢只馬都坐標都1800以上噶啦。咁啊，你睇到佢流貨非常之好，而家尾四啦，加上阿雷神去騎佢咧，更加對呢只馬個發揮啊更加好。你睇佢上場真係臨尾陣間你轉彎，你知佢贏甩噶啦。其實呢場咧原本咧。嗰只御龍共舞有機會同佢串橋過到嘅時正賽，但可惜佢轉彎咧，御龍共舞咧攞位麻麻地啊！如果佢跟只天滿意上咧，佢就應該攞到好啲位，但係佢可惜佢又唔跟只天滿意，結果仲要拉出大外檔蝕咗位，臨尾又翻唔到橋，有啲唔抵。嗱，你睇到啦，天滿意咧，哇！只要咧呢只馬咧跟得個位置咧好嘅話咧，佢轉彎咧梗有一段接俾大家睇。有時亦都呢只馬唔可以留得太後，我覺得雷神呢個位置係非常之好。好啦，跟住嗱，你見到轉彎咁上下咧，咁見到勢開始拉咗出去啦。佢就唔係最外嗰只，最外就係見到御龍共舞啊，就係淺藍色衫紅色帽啦。而家天滿意打上嚟啦，已經係見到雷神開住左手邊，一路打一路只馬有少少內閃啊，但係勝在就唔係話太早阻到馬，但係個衝勁去勢非常之好。咁啊，俾多幾步咧，其實已經開始彈甩咗只。即係與誒呢只時時精彩嘅啦，跟住後邊只與龍共舞，而家先姗姗來遲咧，臨尾咧就係鴨上鴨落就輸咗俾呢只咁嘅時時精彩。咁坦白講，上次因為時時精彩孭133頂榜啦，佢孭122，今次拉翻雲啲啦。時時精彩孭128，佢孭123。但你睇到呢只馬個進步幅度咧，都係非常之準嘅，同埋好嘅。咁啊跑2000咧，相信都係問題不大嘅，即係佢呢只亦都係即係。典型嘅中距離或者中長途馬嘅，所以大家呢場咧我都會揾呢只天滿意啊做膽嘅。嗱腳方面咧我就會揀另外呢三隻，時時精彩都係要噶啦，因為呢只都係馬王級嚟噶，話曬都係上季馬王啊，咁啊狀態上次初出都跑過第二，啱啱大家睇完條片咧個表現絕對係對版嘅。咁講真啦。時時精彩個矛頭都係直指呢一場喎，咁啊當然個目標一定係國際賽㗎啦，咁啊呢場亦都係其中之一嘅目標。咁啊仲有六號與龍共舞啦，上次個跑法啊錯曬咁滯啦，又蝕又勝，希望呢次啊卵仔可以爭氣啲，就跟翻好啲個位置同埋衝上嚟，唔好太後啦。上次真係留得太後啦，轉彎大佬包尾咁滯，你真係好難追嗰啲級數嗰啲馬。咁仲有一隻時時有餘啊！咁時時精彩同時時有餘咧，呢兩隻馬咧，其實我覺得嗱，時時有餘上次咧贏二班嗰場谷草咧都係贏甩嘅。雖然啲對手有魏雄啊、輝煌星啊、翠龍嗰啲唔係好高質素，但係佢贏嗰個姿態實在太好喎。咁啊，繼續啊，方仔同阿何澤耀咧呢對拍檔啊，師徒關係咁，希望可以交到好表現俾大家。咁我呢場我推介就係三號啊，天滿意做膽就拖一號時時精彩，六號與龍共舞，八號嘅時時有餘啊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嚟緊贏多啲啊！另外兩位拍檔啊，張老師同埋 Matthew 都好嘢提供俾大家，希望大家聽埋佢哋嗰啲 tips 咧。哇！我哋遵從要求，因為有啲朋友覺得我哋咧每人兩場好似少啲，我哋加碼，今次每人三場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，希望大家嚟緊星期日贏多啲啊！